人团 TFBOYS 的三位成员近年来鲜少公开合体，分别专注在个人发展。其中成员王源日前回到家乡重庆开唱，吸引大批歌迷前往朝圣，期间有不少女粉丝身穿洁白的婚纱入场，场面十分壮观。不料却在网络上引发了两极评价，不少网友认为这样的举动过度热情，是非常疯狂的追星行为，可能会对偶像本人造成困扰。而且婚纱并不便宜，只穿一次去看演唱会十分浪费金钱和时间，如果粉丝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情况和财务能力，就会导致不必要的负担。但另一票网友则认为，粉丝们有权利穿自己喜欢的服装去看演唱会，而且王源在演唱会上也大方和粉丝们互动，并不觉得尴尬或困扰，看起来十分理解粉丝们的行为和心态呢。Bye.